娱乐关键字。我后来才知道，苏志燮、黎明昊当年都是在那个公司的艺人的。我那时候是因为就是被那个 audition 里面选进去，被星探发掘进去的时候，可是我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就是这些大咖。我问你，你星探发掘你是在路上敲你吗？就是那个哎、小姐好漂亮哦，这是我的名片这样子。对，其实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教授的时候，就是在我去的时候，刚好呢他有一个朋友一起吃个饭的时候，他就说哎、我觉得你很 OK， 你来吧。所以其实也是还是透过你教授老范这样子吧，会。所以我们被敲亮真的很爽哎、欸。对，走在路上被敲的话反而危险。不是耶、你怕会不会是黑店对不对？因为真的、因为我其实有时候走在塔拉之歌，走到原著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两个自己就聊起来，我们当自己节目在聊了，是不是？没事没事，我们开一个节目吧。有想要有不同路线的话，我们可以就是走不同。有在元素的街上，其实就是递名片的很多，但是谁的是正派好的话，所以我后来也是转到了就是日本的一间公司，像志村健啊、加藤茶、范岛爱都是我的师兄师姐这样。你以前好像也是有被星探发掘过，对不对？有一次在涩谷那边被星探。涩谷，他是看中你哪一点啊？你这句话带着很大的疑问，不知道看中我什么点，但是反正是他看到我说，哎、不好意思，帅哥，你要不要当 AB 男友？所以他看到你其他的长处的意思吗？我不知道，可能那时候穿的裤子比较紧吧。哦，刚好有一个突出的显著力。哇塞，好可惜，好可惜，那时候拒绝了，我怕了。现在加入应该也不晚。先不要。先说好。小安不是你之前在日本？对啊。你有没有被星探找？我没有被星探，可是我也是有遇到路上就是给名片，可是他们就是说要不要当酒店小姐那种。但我想说我也太不适合了吧，但是对。可是你这样气质在那边的话，你会直接当王牌啊。真的吗？当看板娘。好可惜哦。银座的什么酒店。就你当初是怎么样出道？怎么出道？秀一下。秀一下。我要怎么讲？我就是去拍个照，然后被拍，然后我照片被放在网路上，然后就出道了，多气人！你看多气人，就是一个照片。15岁的时候在 YouTube cover， 因为那个时候我写歌给很多歌手，我都投稿，然后也有被签进版权公司，在马来西亚写。可是因为我也觉得说，很像很多被推荐的歌，我其实觉得也不差，所以我就想要自己放在 YouTube 上面。那时候 YouTube 才刚出来，对，然后想，为什么不直接丢给外面的人？其实。能够证明你的实力的不一定是那些你身边的人，是对，可能还有更多人，只是我们刚好那个喜欢的东西不一样。我就在一个电视的一个电视剧的片尾曲看到黎安东唱的《救命》，然后我第一天去堵他的时候，从那个沙发跑到电视机，来不及看到是谁作曲，所以隔天我就直接坐在电视机面前看，然后就我的制作人的名字出来。然后我就 cover 这个歌，然后有一天我发现我的 Facebook 有人加我，然后就是这个制作人加我，你很积极，我就跟他讲，我听你那首歌，然后对，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是一个网友，所以我差不多在18岁跟他做网友，然后因为我其实也确定要来台湾，因为我知道说流行歌曲大部分的制作人，我喜欢的作曲人的名字全部都是这里的人，所以我其实就是一个你就飞过来了。我小学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想法，我就觉得说小好我想要去见他们，我想要知道他们怎么写的，行动力，对，我不知道，我就是很有那个火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有行动力。我不知道肾上腺素太旺了，我真的我每天都停不下来。你们两个为什么会起来的？不知道那 fire 就是会会让你觉得你可以，你可以去看看。我就小学跟我妈说，我可能长大要去台湾一趟。对，然后后来我妈也支持我，所以就让我念一个跟台湾有连接的学校，然后我的文凭考完之后可以直接升这边大学。所以是我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做好计划的，计划计划好的。然后大概成功了，20岁就来这，19岁尾嘛，大概12月，然后快20岁过来，然后我就讯息了一下我的网友，我说Scott 我到了。然后他就说我知道我看到你来了，然后我就说好然后他就跟我说不然这一周你直接来我录音室，我说好我带我的歌过去弹，我们来玩一下，然后就直接去，然后去了之后他就开车载我，然后我们就上去，然后我就唱一首 demo 给他听，他改了一下旋律，然后我们 jam 一下，多一周编曲寄来了，来录音吧，
哇，就是这样子，好爽，好爽，音乐人听起来会很爽吧，思成？对啊，我们就是没有这个机会了，好强哦，还在难过。不会，你要记得每一个可能当下那一个 moment 那个人，记得你跟他很像，有一点点对到那个火。那把火很重要，对，就是你不要觉得可能只是一个打招道，或者只是一个刚认识一个朋友，不要这样想，你可能跟他之间命中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关系。好，那我们来进个小游戏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是 7-11，大家来找茬吗？左边跟右边有什么不一样的意思吗？差不多吧。N 一个小写，一个大写。但是哪一个是对的？是 N。是大写还是是？你要哪一边是给我们勾错的？要猜。理论上应该是大写，但是敢这样子放，我怎么觉得有喵咪？商业策略可能故意小写一个。对，故意。哎呦，有些人猜小写。我选大写的。哎呦 ，OK， 那答案是零。小写的，我是真的小写的。我就知道像一定有喵咪。你们不知道吗？这个，因为当初他们在设计这个商标 logo 的时候。因为小写改成像是一个门，然后希望顾客广来的意思。他们是不是看风水啊？应该是，我觉得各国在都有风水。哦，看风水哦。哦，我们换下一题。全嘉宾。哎，这个简单吧？我觉得我们制作单位也蛮厉害的。哎，为什么觉得蛮难的？觉得有点烦。我也觉得，乍看之下蛮像啊。各位，我怎么选左边？应该是右边吧？不可能就是绿蓝蓝这样吧？对，这样这样子比较顺眼，比例比较漂亮，对，感觉。可是这样子的话，就是有一种连成一线啊，蓝海天一线的感觉，下面蓝色蓝色一起。那我选左边，我不管，你知道答案是什么？错了，我选右。答案是，左边，左边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被你发现了。Costco 啊 ，Costco 这应该没有问题吧？这应该是英文有没有问题而已吧 ？Costco 这个我就不会选跟你不一样，我要选 Costco。选这个一定是真的很笨。答案是 Costco。答案是，对对对，后面有 O 了。再来 ，Come on， Give me more， 本来想这样讲。哦，星巴克的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？是旁这边盖比较多。他留海，一个没有刘海，比较窄跟这个女生一定要选有刘海的啊，我们一定要留点刘海修容一下。我也会觉得，但是有刘海，但是因为他是从海里面起来的时候，头发应该不会这么整齐，我觉得应该是右边披头散发比较可能，没有是逻辑的概念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我要选右边。哦，答案是。右边，哇，披头散发，厉害，比较肉肉的，肉肉的。目前好像都还有对，那个左边吧，左边的，左边，这个我吃素，我就不知道。这个，对啊，左边的，它一定有蓝色，我记得有蓝色，可是蓝色的。公布答案，一定有蓝色。蓝色，对，这个是，这个比较简单。没有蓝色 ，B N W， 这个，这个，左边，左边的，左边的，这个比较简单，像右边，看起来像左边，但是像右边那个，像右边的，右边的吧，右边吧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还有最后一题，哦，这个 NBA， 左边，看起来左边呢，像左边呢，哎，我怎么会选右边呢？有可能，我也觉得右边是右边的几手，右边很像有可能，右边，好像这次一半一半哦，右边，答案是右边。右边，左边是哦，感觉应该一开始看觉得很像这边，可是看久之后就觉得怪怪的，对不对？感觉他不耐看，那个耐看，感觉红色的那个杀气比较没那么重，右边的感觉比较凶，红色很就感觉他真的就是真的有妖扭到，所以红色了。